洛杉矶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呀。我们看看，多么漂亮的蛋黄一样。月亮现在也是圆的，今天应该是16吧，给人以希望。天气已经降下来了，温度降下来了，温度降下来。大概是十几度吧，让我们看看，还能看到阳光。你看，像北极、南极都已经有极昼了现象，看太阳一点点落下，美好啊！美好的事情可以停留一下，其实就很短暂，可能就是10分钟。一点点的消失，消失在那边，还有多少秒呀？一点点下去了，前面的建筑已经挡住了。我们看看天空，看看漂亮不漂亮？乌云呐、啊，乌云密布，啊，看到我们都要发财了，送给大家，夜观天象，今天晚上注意看一下月亮啊。15月亮圆了吗？嗯。